沟河的午餐厅是普罗旺斯风格料理。其实我们艺文辅导团几年前曾经做过那种办那种什么种子教室。都几乎都没有听，不会讲说很少啦，很少，对。然后吃到怀疑，然后那个外国人说 good， 我想说，我要怎么讲的？我要讲实话呢？他剩下的一块嘛，他说 good， 这都那么大，我也没办法。鸡吗？牛肉？鸡吧。感觉比较像鸡，没有太奇怪，有点怪怪。要不要奶奶再帮你修一下？其实没有什么，其实没有这么大块的，真的吗？应该是牛血。太甜了，没有。哇，你是在这样干啊？没有吧，我只是在弄。热的，热巧克力呀，对，冷热我也。账单走到我今天去了。地球的孤独快乐。对，但偶尔会讲错话，因为太热了。耶！我们在沟河德 Gordas。